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等我一下，在这边我要郑重跟张老师说声抱歉，张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我误会您了，我误会您了，张老师，对不起。相信在上次有看我返校实况那个坏结局的部分、有人知道，对，张老师，我以为他是始乱终弃啊，他不是那个冷落了那个方瑞星的。瑞星吗？忘记了，他冷落了女主角。我后来才得知啊，原来故事的原委，他是因为他要保护这个女主角，所以才故意冷落她的。而、女主角就是最后的时候，以为他被甩了干嘛了，所以报复他。报复他就检举他，结果一检举下去，哦，那不得了了。不得了了，读书会的那些朋友啊，什么全部都被一网打尽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关的关，逃的，对，就是，对，只因为那个女主角误会了那个老师，对，我是觉得对，这感情的事是很难说的，对啊，因为我上次我好像骂张老师嘛，我是骂他是废物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张老师，我跟你说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这我们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嘛。自己这样讲不算，张老师应该可以，你会原谅我吧？应该会吧？啊，你不说话，我当你就是默认哦。谢谢你，张老师。啊，因为我走的可能太后面了，前面的答案没有答对了。殷老师啊，丢了，殷老师啊，殷老师可能对张老师有意思啊。少了第一和第二次对话是不是？哦。有没有？我很喜欢跟你们玩游戏，就是这样啊。因为很多大部分实况组可能就是比较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因为 我可能有些时候需要大家一些互动啊，对啊。因为我们观众也以一挡百啊，以一挡千嘛，万夫莫敌嘛。所以有些时候我想玩游戏，你们都可以提供给我一些想法或看法，我是觉得蛮好的。像这个大家就知道我少两个对话了，所以这个第四章要重新打一次就对了。没东西哦，好像八季有一个泛黄的纸飞机要捡，对，我就借了纸飞机啊，因为我不想全部看完，我有看到这几天很多实况都在拍，可是我要是看完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没有把它看完，我都只有看一点点，看一点点这样而已，啊，看完我就没什么好看的，这边有那个。是在想啥啦？还是在考啥啦？生命会消失，然而罪尚未磨灭。我就是你，然而你还不是我，罪也使你徘徊于此，就是他陷入一个无限轮回了。记忆已当中你灵魂的模样，世间许多折腾与磨难。名为方瑞星的你，最恐惧的是什么？哦，从这边开始，最恐惧的是什么？失去自我。对吗，各位观众？对吗？我记得应该是失去自我。对的话，就帮我按一下，说对，失去自我。因为我不想再重来一次了，我不想再重来一次了。哦，对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观众看到没有？哎，每个都知道答案，你开玩笑。相信人生哦，渴望活出自己。还没有失去自我更深一点，因为那时候我挑的是我的想，我就觉得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。你就是我。储存一下吧。要走路跟行尸走肉一样。关乎你个人那一趴就是 MVP 也是。下一个是逃避躲藏的。OK OK， 谢谢。大家都知道呢，赞的哦。不错，就喜欢跟你玩游戏就是这样，开玩笑。
故意还一直往左走，我想好奇看一下，因为通常我就直接进去了，该被锁住才对。哎、欸，可以进去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来、欸，路已崩毁，请领我过去，我会如影随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以这样来来回回哦、喔，可以这样来来回回哦、喔。是这样吗？那我这反而想走回去，我想要看看刚刚那个地方是不是不能走。小妹走路这样老来 不太合理，是不是不能进去？欸、可以耶、欸欸！这边 有什么神奇宝贝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魏仲廷就这样、喔、看一下他而已哦、喔，来加巴黎巡游营。就是看一下魏仲廷这样。然后这边呢，可以走吗？还可以耶，所以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东西哦。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东西。我探险一下，我想把游戏玩透一点这样。看有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。真的耶，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不对啊，我刚从这边来的、啊，神秘的卡层啊，你主要对家来的。神秘的东西就走回去有没有？不能往上走了。打不开，神秘的卡层啊，是哪里有神秘的卡层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卡关了？门锁打，我是要从外面进来，从外面去帮他开门的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帮他走带过来，带他走过来。哦，先去跟他讲话。拉门被铁丝缠住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哦，我不知道大家影子跟着我走，对啊，影子是跟着我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怎么过嘞。所以嘞，走来这里。不是啊，影子是跟着我没错啊。往右走到底下楼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都知道哎、欸，从楼下走回去 是？哦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！欸、我那时候是不小心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电话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接电话了？林老师、欸、因为影子现在卡在那个位置啦，那影子现在卡在那个，我现在进去就 OK 啦。所以我那时候是不小心这样走过去的意思就对了。哼，真是妙！入学时你充满了热忱，尽力参与校内活动。表现才能，得到了师长与同侪的关注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所有注目都变成了不想面对的眼光。于是你选择了，逃避躲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各位观众，是不是？看到干我的观众干，这就是默契。是天地观作，总有容身之处啊！因为你有看过剧情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You are me。这里没有生者，
连思想也一起上去。哦，魏仲廷跟一个同学正在烧读书会的书啊，那时候比较封闭啊，所以一些比较 open 的，像那种就是十八禁的啊，什么动漫啊，有没有？还是男女情爱之类的那种都不行，都不行。就是什么小说那种哦，那种什么比较 open 一点都不行，那时候。哦，原来过来走过来讲话的，还有误会。三指前烧哦，我说魏仲廷啊，你看殷老师啊，北校什啊？啊，听说他灵业出境是真的吗？这我不清楚，老师什么都没说。他有这种关系都跑了，我们是不是很危险啊？而且苏丹为什么会流出去啊？别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快点烧完，快走吧，会被发现的。对啊，他就是看他自己的那些同学被他卖掉的那些同学，所以那时候所以说他是廖北亚是这样来的。判决书有没有？判决书。哦，张明辉嘛，张老师嘛，他本来以为只是弄一弄他，好像不会那么严重，就靠死刑哎，魏仲廷自首，所以公。阅读反手书刊，所以他处徒刑15年。他妈，我靠！看一下，哎呀，看一下一个较特别的靠背的去关的，真正的啊，不是我来讲的。戴耳机超有感觉哦！对，这是一个情景，这个是很有味道的一款游戏。我当初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这游戏好像蛮有味道的，所以我会让我好奇想玩，是这样来的。尾巴音才子。先看百姓指导之言，白色恐怖对啊，那时候是白色恐怖很严重啊。以前太过那个了啦，那时候有些人是很冤死的，那时候，可是这些东西已经大错铸成，已经无法改变了，这是比较有些时候做事情真的三思而后行，有些东西做了它是再无法挽回的。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这样，没有去想过做一些事情的后果。对，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那时候。我现在在玩最后一章了，我在玩最后的那个，我要把完美结局破出来，希望能够让这个女同学她那个，叫什么名啊？没记也名啊？这个叫方瑞欣，希望让方瑞欣那个离开这个无限轮回的窘境哦。没事嘞。我是不是要开另外一只过来啊？是不是这么说啊？我、是你加我是你好友，你怎么办法加？我刚蛮好奇，我刚好看到。那我现在要怎么走啊？开这只走吗？看这边有没有东西？是开这只吗？还是用刚刚那只啊？应该不是不是这只。对啊，戴耳机超有感觉啊！我现在去哪里？有人知道吗？我怎么在那边领龙蛇啊？也只能在这边绕而已，不能上去啊！男厕所他不能进去啊！他出去了吗？没有啊，这边刚看到魏仲廷就没了、啊。还有个门呢、欸？为什么有门呢？
刚不是不见了？希望的柔火几近枯竭，只能在风中无力摇曳啊！那个柔是不是念柔？念错了可以纠正我，没关系。读书会，读书会，大家都在看书。对啊，读书会，读书有没有什么、啊？有些人会冲突到习以为常的想法，因为那时候比较封闭了。但是就是这般思辨，让我们的思想更完善。那么今天就到此吧。还是不厌其烦的和同学提醒，在外绝口不提读书会，事关身家性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哦。魏仲廷，有件事要麻烦你帮忙处理。哦，是关于新进的书吗？我已经把书目整理给张老师了，他说传音不愿配合，但他会去想办法。文字压力已经到这么基层了吗？不久读书会可能要停哦。点点点，点点点，不要讲出来。老师，为什么事情会这样？在实施前，老师也无可奈何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哦。张老师从没带书给我们，对吧？各位同学，你们说是吧？对，我就是欣赏你这一点呢、啊。什么事都设想的周到啊！啊，感觉不舒服啊。这样就对了。哎，纸飞机，纸飞机。哦，不是。哦，流亡半世纪，黑名单返乡，就是殷老师。就是他最后拒绝费尔利斯，但是他的遗愿是回藏故乡了。哦，就是对啊，他说回拒绝的时候是回来故乡，对。铁灯来逮啦，你讲快紧啊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我操，杀了我！赶快去追魏仲廷，去魏仲廷。老魏啊，别跑啊！老魏，喂喂喂喂！厕所，知道为什么要被关厕所了？就是因为他去尿杯啊。就是其实你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去伤害到身边的人啊！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你懂吗？不拿开，不拿开也不行。好吧，拿开了，拿开。哇，哈利波特的扫把飞起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以前这些歌就是比较有一点男女情爱的话都不行哦，在那个时期。尤其最恐怖就是我配音这一趴，是不是？当下便是在恐惧里呼吸着恨，甚至他就要从人世永远逃离，唯留只字片语未醉，悔恨不得而知，只剩茫然费解，盘旋脑海，只是从今天无唤起，至亲恩师接近之时，那人只留无名骨粉，与我一人垂垂老矣。其实真的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也会，我是他，而且我这样做的话，我是不会这么做了。如果我这样做，我也会。这辈子会很悔恨的、啊，我说实在话，因为害真的害死太多人了。正常的我应该会是点进去的，哎，不行，只能点进去而已。哦，可以储存，储存。就这里只是存档用的、哦，出来就不一样了，什么鬼啊，这么厉害？
出来村长就不一样。对啊，鱼肉蛙当时也是金哥之一。哎，我们的观众还不错，这个素质还蛮高啊，都知道那些故事。推车上有一张纸条，问题是推车在哪里啊？对，问题是推车在哪里啊？对，为什么我没看到推车嘞？他刚讲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去捡那个推车上的纸条。纸条嘞？会是纸条？这款花多少时间做的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不是我做的。是我纸条要不要剪还是怎样？要吗？观众有人知道吗？进门了，哦好。还有优惠吗？应该有哎，应该有哎。刚就折了几十块之类的。就200多块其实还好啦，我是觉得还好啦。就这台湾国产游戏啊，所以我是蛮支持的啦，台湾国产的。我有开啦，这边要再关灯吗？不用吧。等我开灯啊，关。等我开啦，然后嘞，再跟自己讲话。再去开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你阿嬷的时代啊！哦，有跟自己讲话，下定决心并行动，这是他的哲学，让人感觉命运掌握在手中。就是张老师啊，在他身边，你又抱持什么样的想法？事在人为。这刚观众跟我们解答了，那是迷人的想法。于是生活有了目标。在他身边，你找回了自己，你就是我。You are me. You are me. 你看左边可不可以有人走？妈妈，我要当快乐小小孩啊！应该是说，给我一点给我关爱，把你灵魂变天。小咪咪，哎，司机给我走出去了。无论重演多少次，那一刻已成定数，永远无法挽回。各位啊，三思而后行啊！在做廖北亚之前，要三思而后行，不是啊，不能做廖北亚了，讲错了。哼，哦，被狗吓到是，因为游戏有狗在叫的。先跟你提到书单哦，从老师那边看到。汪同学，我想感谢您的协助，感谢您。别怪了，你以为自己找到依靠，从此无惧恐惧，然后有一天他就这么阴森森的离去了。面对失去依靠，其实你作何选择？抢夺？他那时候是用抢夺。对啊，其实错了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的怎么抢都抢不到。
在那瞬间成为坚定冷酷的爱国者，说好听是爱国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帮他逃离这无限轮回的窘境哦。想说那一段怎么会有狗在叫，都有一段狗叫声的，这桥段的。魏仲廷，老丁，老丁，老丁蛋，哎，定高机，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定高机啊，是抽那个烟啊，切抽烟。刚那个梗讲过，就不要再讲一次了。就是上来的目的是看仲廷抽烟啊。对啊，这边有个纸飞机嘛，哎，我看到这个白鹿与水仙，今生无缘，来世再会是自由。白鹿就是应该是张老师送给他的啦，水仙就在指他啦。Open the door！ 张明辉，你涉嫌散布反政府讯息，走私违禁书籍，组织学生非法集会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说的话将成为呈堂证供。没有这一句哦，啊，对不起，本局掌握有关证据，现在以叛乱罪对你实行逮捕，不要反抗，否则直接格杀勿论。走火了，张老师，对不起，对，我在这边跟你道歉，不要，我昨天说错话，啊，不，上次说错话，再见，难逃了啊，也罢 ，KT 的脑袋先去见那些先烈。人生不应该生而自由的吗？是啊，自由思想，畅所欲言，无需恐惧。以前太过封闭，现在太过自由，我必须这样讲。现在太自由，以前太封闭。跟你一起有点单纯幸福的感觉，是吧？他是认真的，哎，张老师是认真的。想着有天你可以两人携手平凡度日。是一身雪白孤芳自赏，不见容于这个世界呢，很坦然啊，张老师很坦然。你买是不是？可以问问看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白水仙染上一河鲜血，只能如铁锈般凋零。牛力还是都是那个境界啊，巨人。金銮香，翠华山林，依山傍水，传世名宅啊！我变成魏仲廷了，魏公勇，不是魏公公哦，是魏公勇。还有抗议标语哦，官商勾结的。当做公粮的铁皮屋，要拆了，全都要拆了，这是应该是完美结局。那这个很有台湾味道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还有这个有没有
施工中请勿靠近，那个都是台湾你都看得到的。上不走天庭，下不进地狱。阿伯啊，哎，大家拢在遐做提示，鸡鸡就看到你啊，基本无鸡鸡嘛看到你。那个阿婆就是你鸡鸡，他会提示你说你现在怎么通关的、啊。哦，不用配音的是吧？刚刚你们看那个女生的配音不是我配的，那是原本就有个 notebook 一张特色证明书，姓名魏忠庭，社名种类特色，罪行宣告为无效。哇，那个字好真实哦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哎，这个好真实哦。大榕树被砍了。活了几百年，风吹雨打，却活不过人的私欲。哼！电线杆的神爱世人，或世界末日要到了。哦，完美结局，完美结局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内容？一切都朽坏不堪，就像我的身体一样，因为他已经老了，他青春全部都在牢里度过了。可是谁还得了他当初这几年的愿望呢？没有人啊。什么时候的真实事件哦？就戒严时时期啊，戒严时期的真实事件，应该是改编的啦，有一个故事这样去做改编的啦。里面的名字都是虚构的啊，所以真正当时的谁是谁不知道啊。对，就像说，哇靠，这里面是怎样垃圾堆啊？门封着那样是怎样？被关这么久才拿到一张白纸，反差真大。对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被关那么久啊，特色，然后嘞，他这几年的冤狱，不能说冤狱啊，就那个时代的时空时代背景是那样啊。难。可以进去哦，这边还写禁止通行，我去后面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那边可以进去，我想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进去。因为我玩游戏，我其实会是这样特质的一个人啊，我会把游戏玩得很透啊。除非这边真的没东西了，搞不好隐藏的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下楼，下楼可以干嘛？要回去吗？就这样又绕一圈，不会吧？有东西吗？我绕一下吧，大家有耐心等我，要等我啊！对，我刚、靠，走错，因为我刚从这边来的、啊，所以走左走右都可以啊，还是走左走右都可以啊，往左右嘛。倒霉学弟抄不掉，不要学写的故事。真的有这些名字，我是觉得应该是那些名字去改编的，应该不用本名，所以不用本名，因为有些人已经GG了，所以对往生的人的一个尊重，应该是不会写本名的。哦，说你走左走右都可以啦。进去吧，进去空教室吧。该不会是回到他那个书桌吧？当初他那个学姐的书桌，坐下来。真的。
最后魏仲庭超度了学姐了。张老师闲晃中。很不错啦，台湾的文化，要是你稍微了解一下，你应该会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因为这些东西有些其实我稍微有听过，因为我的年纪还没有遇到那么多的这个故事，这些都只是听过而已。很快啊，不是，因为我是玩最后一张啊，所以很快啊。当然很用心，我是觉得做的蛮用心的。台湾的文化故事背景跟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大家真的有些时候自己台湾人要支持台湾的游戏啊，真的。200多块还好啦，就是大概你去外面吃一顿什么吃到饱，大概就是这个价格。次主的游戏哦，成就解除锁定返校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返校的这个完美结局的示范先到这边，接下来，对，后面背景不太一样嘞，我们存在一起时时刻刻是不太一样，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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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